老板，你抱下这两个比熊。今天这两条比熊特别好看，毛量大，嘴巴还短啊。看看啊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我觉得这个好看啊。啥价了？1800。1800哈，价格不高啊。这有几个月了？有快四个月了。快四个月了啊。这是标体的哈，毛量林的，放上跑跑。过来，看看这嘴巴啊，漂亮不？眼睛大，1800。这拱的哈，还另外一只啊，另外一只这个嘞，这个嘴巴也短啊，毛量也大。它俩是一窝的吗？不是一窝哈，都是公的。这个啥价了？这个2600。我的个天嘞，还真不如这个好看嘞，我不知道咋分辨嘞。这个价格是他咋定的哈？为啥这个贵？啊，这个原本比它大一点。这个月份还大了，这几个月？5个月了快。5个月，那还真不如这个嘞。要我买这个，这也不错啊。这个最少啥价？最少给压1600。也别1600了，1000块钱拿不？拿不了这样的，1000块钱拿小的，拿不了你也有小的吗？这个真不孬，这个。不是，这个最少多少钱能拿这个？有点高，还能再少不？再让你1500，我再不能少了。1300行不？现在你差的太多了，最低就是1500。最低1500。你来了绝对有面子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对你就是这个。我来了绝对有面子，这个还是不如这个好看嘞，这个卖那么贵，2600，这个最低啥价？这个最低2200。最低2200，这个属于韩系呗，这。也不像韩系啊，你家还有啥硬货啊？这个硬货多了，硬货多了。这个是啥价了？雪兰芋这个漂亮，3800。哟，3800，黑人的你敢要3800？那你也得看品相的，500到位，要美美。500到位哈，这眉毛、这胡子确实白哈，感觉硬了，这个毛还扎手。雪兰芋哈，纯种的，只不过美容了一下，价格有点贵了哈，还要3800，价格确实高。黑银的不值这个价哈，如果椒盐的话，品相好的，月份再大一点，值个3000多，这样呢也就值个，最多要是我买的话，也最多2000多一点。他家这硬货不错啊，这比熊这两个比熊好看，来来来，给个特写，这样呢就丑了啊。白泰迪啊，还、哦、白泰迪啊，来来看，这个柯基啊，柯基可能月份大了吧，长得不太好看。这边还有陨石边牧啊，陨石也没了吗？对，啥价了？2600。太贵了，你要价格太贵了。给你便宜点。你直接给我说的都是最低价的时候了，少多少钱不卖？1500能拿不涨了？还月份太小了，知道吧？月份太小了。不管月份小了，还有松狮啊。关键还是得看品相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更小。你给我说，陨石边牧最低啥价？1800给你。1800。这两条陨石啊，看看。陨石最低1800。现在看看其他狗吧，这边还有比熊啊。比熊，问问这个比熊啥价？老板，这个啥价？900。啊，900哈，这个900你看了吧？看看这区别了吧？我也看不出来哪个好。说实话，那个月份大的好看，这个900嘴巴有点尖了哈。这个金面哈，看看，一会儿看看金面。看看这个也可以啊，900块钱真不贵，这个可以啊。这是900的哈，这是这边还有泰迪哈，泰迪眼睛圆圆的，这个也漂亮，嘴巴就长了一点哈。这是小母狗啊，这个金边可以啊，来，这个金边哈，疫苗做齐了，这一个，这个金边漂亮吗？
这个镜面是1600的这个。咱再看看这边，阿拉斯加金毛，这金毛不错啊。这金毛啥价？金毛1200。哎，卖一条，行吗？最低多少钱啊？哎，有点贵，你要离谱了。哎，少了不卖了。这几个月了？确实，确实很重了哈。头版还可以啊，长是纯种的哈，尾巴还粗，你看了吧？还粗还短。老板，600卖不？啊？想要多少呀？800，想要800啊？这品相还可以啊，这几个金毛哈，漂亮啊！这几个800是绝对值啊。咱今天就到这里吧啊，这边还有拉巴多。别吃了，再吃都变成猪拉拉了。啥价的？诚实一点。你今天的拉巴多都600，你这都卖1200。你有600了吧？这个600行吗？这个600行吗？啊？这个600不想给你了。哦，这个600你拿走吧，这个600还不想给我嘞，不想给我还叫我拿走。这个也可以哈，600哈。拉巴多还能捡到漏哈，拉巴多500-600的还有啊，像这大的应该在800-700哈。800-700拿不走啊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来关注一下啊。